回来了。你回来啦？晚上去哪儿了？老婆，你要相信我，老婆，不信 你打个电话。喂，小金，晚上你们去哪儿了？我没有去飙车啊，去 KTV 了。真的是去 KTV 啦？哎，是啊是啊是啊，我答应你不飙车的嘛，所以哎，去 KTV 唱个歌总行吧。哦，兰博基尼 F12 的声浪高转真的是好听啊。有你今天晚上开的车声浪好听吗？哎呀，我今晚开 ES8 店。老婆错了，老婆。我撞错了，老婆，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They hung a sign up in our town. If you live it up, you won't.Monte Rio sun, just like a bullet leaves a gun. With a charcoal eyes and Monroe hips, she went and took that California trip. Well, the moon was gold and her hair like wind. Said.Look back just to come on, Jim. Oh, you've got to hold on, hold on. You gotta hold on, take my hand. Standing right here, you gotta hold on. We gave her a dime store watch and a ring made from a spoon.蔚来 ES8 一台动如脱兔却没有任何声音的车，一台被一个著名车评人拍了80分钟的车。所以说啊，不管怎么样，哎，盘它。说实话，蔚来的这个外观比那个上下分层的领克可要好看多了。领克那个屁股的设计，哎，反正我是欣赏不来啊。然后呢，蔚来是一家看似非常注重用户体验的一家公司。为什么我在这里要说看似呢？我先一点点给大家举例啊。蔚来的 4S 店呢，是最不像 4S 店的 4S 店，它根本不关心你是不是买车。如果你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去带孩子的话，哎，你可以带着孩子，把孩子扔到蔚来的 4S 店，他们有专员可以陪你的孩子玩。然后我再说说提车这件事。提车这件事呢，就是你要求是怎样的提车方式，你就可以怎样提车。最一般的呢，就是他们蔚来会帮你叫一个专车，哎，接你去 4S 店提车。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如果你实在是懒得一，那他可以帮你叫一个拖车，帮你把 ES8 拖到你家里。这些东西通通都不要钱，我蔚来就是烧得起。前两天我和保时捷中国的小伙伴聊天，我们对蔚来的这种烧钱方式究竟可以坚持多久表示了疑问，因为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汽车品牌可以做到这样。既然蔚来这么主打服务，好，那就让我们来试一下它的这个 APP。 正好我们这车没电了，
经过了一个小时 ，ES 八终于充满了。前面说了这么多关于服务的事情之后，我们来说说车吧。其实这台车我们是跟 Model X 一起开过来的。那我先来说说开上电动车以后的一个感想啊，就是自从我开上了电动车，我不仅没有治好自己的路怒症，我还多了一个叫电量焦虑症。为了拍摄这期节目，我们特地从上海闵行出发，目的地是江苏常州。第一次开电瓶车去外地，我对电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在意。毕竟这个车不像我们的拍摄车全顺啊，随便加一箱油起码可以开600公里。这样一台车呢，它的行驶里程基本上在200多公里，这个东西就跟我的手机电量一样，只要我手机电量低于20%，我就开始焦虑，这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当我开在高速上全程不敢地板油啊，然后时速保持在平均100公里每小时，在出发之前呢，我们拍了一下，大概表显可以行驶319公里。我们开了2小时47分钟，从上海到达了常州的那个酒店，然后实际行驶里程是179.3公里。然后到达了目的地以后，表显行驶还能开67公里，所以说还是有一些差别的。然后我再来说一下它跟 Model X 的差别，就是 Model X 其实当时到了以后也是差不多只有60几公里，然后这两个车呢是停在同样的停车场，然后同样我们上楼睡觉，睡完以后下来，然后 Model X 为了给电池保温，我一上车只剩下20几公里了。但是未来的 ES8 呢，它同样是这样，但是它显示还能行驶60几公里，这一点就是特斯拉和 ES8 的一些差别。这台来自众人吐槽的江淮制造到底怎么样呢？这车有什么 NAPA 皮啊， PM2.5 的空气净化，然后号称它的甲醛含量非常低，车内根本没有什么异味啊。但是相对它那个帅到爆炸的外观，它的内饰可以说是设计的非常普通，就像一台普通车一样，并不说它的用料扎不扎实这个问题，只是就是一点都没有酷炫的感觉。但是作为一台代步车呢，它的实用性还是有的。它实用性包括哪些呢？比如说它扶手箱下面这么大的那些储物空间啊，各种各样的储物空间啊，然后还包括第三排如果放倒，它会有一个超级大的后备箱，对吧？然后再比如说你把第二排的座椅放到最后面，它的第二排也是非常大的，你可以非常轻松的跟妹子来一个激情惬意舒适的夜晚，对不对？再加上它的隔音呢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你在里面什么哼哼哈嘿这样的声音是绝对不会传出去的。相信大家都很关注蔚来 ES8 除了直线加速以外，它的操控到底是怎么样的。蔚来 ES8 是少数50万然后还标配空气避震的车型，那它的这套避震到底操控怎么样呢？说实话，这个车的空气避震呢非常的一般。你说它舒适模式，然后这种软软的吧，它会有过多的波动，就是当你过一个坑啊，它是就这样子的。但如果说你给它调硬了，然后调成运动模式吧，它除了硬，它就没有任何的韧性可言，就是过个坑它就是这样。这一点的话跟特斯拉比真的还未来还是需要改进的。然后我还觉得非常神奇的一点呢，就是说当你去把它调成节能模式的时候，它的避震是会升高的。那我就表示不太理解了，如果你把避震升高了，那就证明你的车风阻变大了，那变大了怎么节能呢？接下来就来让我们说说这台蔚来 ES8 到底有多少可以吐槽的点。前面我说了，蔚来是一家看似很追求用户体验的一家公司。为什么我要在这里用看似呢？因为它整个车在使用上你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所以它只能用服务来弥补你心理上的一些伤痛。好，那这里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啊，比如说这样的一个中控屏，你要重启，蔚来给到了2种重启方式。如果此时没有死机，你需要停车、关音乐、关空调、拔 USB、 拿掉无线充电、挂 P 档、锁车、开锁。如果此时你死机了，那你需要停车、挂 P 档、下车、锁车、离车10米以外、抽2支烟、等待10分钟再上车。大哥，什么样的设计师可以设计出这样的重启理念啊？你学学人家特斯拉，方向盘上两个滚轮直接一按，等个几秒它就重启了，这样不就好了吗？虽然说这台蔚来 ES8 已经升级到了 1.2 的系统，死机的状况越来越少，而且不像我们第一条说到你需要关音乐、关空调、拔 USB 了，直接靠边停、进 P 档、锁车、解锁就可以重启。升级了 1.2 之后，这个 Nomi 可以执行两个相关的命令，当然只是相关的，我跟大家示范一下啊。
打开方向盘电加热，空调温度调到20度。方向盘加热已经打开了，主驾现在20度。可以看到啊，这个就是可以执行两个相关的命令，但是如果你采取其他的，打个比方，不相关的，它就只能执行后面一个任务。我可以再给大家示范一下。打开天窗，并且关闭方向盘电加热。好的，天窗已经关闭了。你看，也不是说执行后面一个就比较混乱，然后它还可以连续执行它的那个指令。我可以给大家再示范一下，调高空调温度。好的，主驾温度现在调到了24.0度。再低一点。温度调低了，主驾现在温度22.0度。再高一点。温度调高了，主驾现在温度24.0度。再低一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可以不停地让它再高一点，再低一点，再高一点，再低一点，你可以连续去执行，没有次数限制的啊。包括现在说，你看，它会再来一遍，但是呢，整个识别上来说还是会差一点，并不是说你每一次都会成功的。就这一点，我觉得未来还需要再好好的再提升一下。ES8 可以吐槽的点远远不止这些，在更新了 1.2 之后，期待已久的360环视终于出现了，只是它这个分辨率实在是，哎，还没有我们家那个全顺2000块钱买了一个导航，然后还装了一个后摄像头来的清晰。大哥，你走点心好不好？这个样子，哎呀，怎么对得起我们嘛？你说对不对？哎，算了，还是说说优点吧。其实它的 Auto Hold 功能，并不是说像网上那样说的那么难踩出来。你说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哎一脚刹车踩到底 ，Auto Hold 就出来了。还是很方便的。然后我再说它其他的优点吧，它优点就是它那酣畅淋漓的4.4秒的直线加速，哎，其实说实话是真的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就在评测这个 ES8 之前，我看过很多媒体老师的评测，就对于 ES8 的刹车，我可以说他们是评价是出奇的一致，就是说未来 ES8 刹车非常好，这一点我还是表示质疑的。因为我开下来我是觉得就这个刹车真的是不咋地，就是 Brembo 的四活塞前轮啊，就前轮四活塞刹车完全没有办法可以把这台又大又重的 ES8 稳稳的停下来，它刹车可以说简直是用吓人来形容，完全停不住，除非你去把动能回收开到强啊，那可能还稍微强一点，但是你开到强的动能回收，你整个车开起来又非常不舒服，你油门一放，呜，还会增加追尾的几率。你们觉得未来 ES8 的刹车比较好，要么就是你的脚有问题，要么就是你没有开过刹车更好的车。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未来呢还是可以再好好的学习一下，再进步一点的，因为毕竟未来它主要的能力还是在烧钱上面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我很饿。好的，副驾温度现在调到了23.5度。我很冷。好的，温度现在调到了27.5度。